发挥君爱民、民进军的精神。而且这个君爱民啊，本来就是我们军人该做的本分。那新鹏啊，就是说他的善行义举啊，在网络上得知，我们在第一时间啊，网络上去了解，说是我们防区哪位单位的官兵。那经过寻找，发现是这个烈屿守备大队啊，在复兴旅这个红星的这个弟兄啊，我们在第一时间也跟长官报告啊。所以也准备将他的义行善行义举啊，来能够防区的防卫部那个阅会表扬，来扩大这个义行的这个效果，并啊继续来向防区的所属官兵广为宣传啊，继续保持这个